干嘛、啊、不高兴了。我觉得你老是这样。好，我错了。不行，你出去吧。那你说怎么解决？那我说怎么解决？你说。为你现唱一首。我爱我的。好了，没事了。那你下去还是怎么着？还是在上面？我要加班了。哎，有情绪了。像我现在就不知道雨安对我什么感受、什么想法。他没有什么安全感，他需要你在精神世界上面能够支持他。聊什么呢？聊聊情感，聊聊你是如何一帆风顺的。其实吧，我觉得大家都不是你。雨安，他实际是一个内心脆弱的人。有的地方简直一模一样。哎，我不知道，跟宝儿就是，反正是永远有一堵无形的墙。我现在就属于，我知道当中隔了个墙，我那边狂砸那个墙。